现在大连下这么大的雪。我亲哥冷不冷？怎么样，冷不冷啊？冷不冷？冷不冷？打雪地要注意啊，比如树枝。是注意树枝，还要注意雪呢。注意雪块呢？要注意树叶。注意冰块。要注意小树苗。注意石头。要注意垃圾。注意进口箱。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？太阳，注意灯光，注意吊车，注意石头，注意悬崖，注意路面，注意张宝健康。跟宝成哥在表演徒步攀登悬崖。朋友们，